粉红色发箍，穿上运动服。郑秀文近期为演唱会积极健身，但仔细看右后方身穿白色衣服的男子好像有点眼熟。把照片拉近一点放大，无论是身材还是体型，很多人说这不就是许智安吗？让网友都很吃惊，因为这可是夫妻俩婚变风波过后首度一起公开现身，也看得出 Sammy 和许智安修复感情有成功进展。对不起 Sammy，我不知道怎样去以后走我自己的路。许智安四月爆出婚外情，记者会上忏悔道歉，痛哭七分钟。老婆郑秀文也痛不欲生，但最后选择原谅。IG 上时常抛出自己的心情，还写下413字的自我开示婚姻课题，让人大赞 Sammy 真的好大气。但许智安可就没那么好过。许智安原定9月在香港红馆要举办演唱会，但现在确定取消。传出由香港男子组合 Boys 递补成功。由于许智安的好男人形象已经全毁，因此商演工作统统喊卡。由现在开始，我会暂停所有、自己的工作，直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，都是正确的自己。这段期间虽然没有工作，却也能让他好好醒思，跟郑秀文重新弥补夫妻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